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帖子里提到的肉水面面体阿卡布拉，他现在在和田县一家织械厂工作，每个月有2500元的稳定收入；比如帖子里提到的阿布杜克利姆阿布杜瑞，他从公交公司退休以后，在乌鲁木齐市过着平静的生活；比如帖子里提到的。 他伊尔阿布勒，他是哈什地区舒洛县阿拉里乡的一个农民，现在在一家餐厅打工，他还准备开一个自己的餐厅。比如帖子里提到的艾兹尼亚斯和梅热叶姆那一夫妇老两口在库车县儿子家里享受幸福的天伦之乐。 这些人对被失联表示气愤，不希望自己平静安稳地生活受到外界的干扰，尤其不希望受到境外冻毒分子的干扰。事实表明，这些被失联的人与他们真实存在的亲人、朋友是没有失联的。如果非要说失联的话，谣言的制造者与这个社会的正义和良知。 斗争时常常失联。我认为，找到这些造谣者，看一看他们的真面目，看一看他们究竟躲藏在哪儿、见不到光的角落里，问一问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让他们的企图和狂言大败于天下。这倒是比寻找所谓的失联者更有意义的事情。如果真的能找到这些造谣者， 我建议那些被失联的人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向造谣者讨一个说法。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